今年我参加同乐六年了，很荣幸啊，我能为乐队庆祝40周年。在六年里，我学了不同东西，也很荣幸啊，能做这一次的主席。这个40周年意义，能让旧的传言和各界支持者回来聚一聚。没有老师，没有同学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就同样就是因为不断的顺利完成。祝军乐队40年快乐，耶！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也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所以我很开心，我不后悔我参与到军乐队这个团体。非常感谢我的学姐学兄们努力的教导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一一的帮我们解决。我很感恩这次我能参与40周年庆，祝军乐队40周年快乐，加油！我是在2011年开始接任当中华中学军乐队的总顾问老师，之前已经举办过了5届的音乐会，今年是第6届的音乐会了。以往音乐会是每2年举办一次的，但后来我们有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这是因为目前乐队面对的问题是不够资金来购买新的乐器以及修理乐器。今年音乐会的主题是聚，也刚好是乐队成立40周年，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除了办音乐会，也让历届的团员有机会回来叙叙旧，重温旧梦。在筹备音乐会的过程中，他们除了有机会学习音乐，也可以发挥他们的潜能。此外，也可以使学生在处理事情时领悟到要处理好一件事情，或者要达至目标，必须拥有自律、独立、合作、坚持、勇于克服困难，以及事先一定要先做好准备的态度。我也希望未来的团员们能够更加积极努力，让我们的军乐队更上一层楼。最后，我在此谨祝中华中学军乐队聚音乐会演出成功。乐队快乐，大家快乐！